各位同学，我出发了。现在的时间是7:56，但是我都习惯调快10分钟，所以是7:46。我要出发去赛车营，我要去拿车了。我还专门准备了一个安全帽，专门给大家戴这个 GoPro， 然后去记录他们开车的情形用的。这是同学们第一次接触赛车，我希望他们都有个美好的回忆。Go！83秒，希望不会迟到。现在时间8:14，我8:30要取到车。现在大概是8:30，我把车停好。这个车今天要在这里停一天，400块，谢谢。走喽，隔上租车就在前面。好了好了，耶、yeah, ，要来取车了哦！我人生第一次租车哎、欸。很酷哎、欸，而且是为了在学生去赛车椅。天哪，我这个老师会不会太特别？没事带学生去赛车干嘛？嗯，但是不会的，赛车很好玩，超级无敌好。来喽，到喽。这是我们今天要租的车。好酷哦，第一次开9人座哎，好大台哦。不用。好，那我们车上有油卡，可以用油卡加油。油卡加油是吧？对，这个。对，就是油卡加油之后，那个单据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再跟你们收费。哦，就拿这个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就是台塑跟中油的。好。对，台塑就用台塑，中油就用中油的。对。好，那我知道。那现在是9点，那还车的话 ，Go， 出发了，终于拿到车了！天哪，第一次开9人座，但是应该难不倒我啦，对不对？哎，哦，吓死我了！一开始就来蹦蹦蹦蹦蹦，是要吓死谁呀？啊！接下来就是去补习班载我的学生们啦。哦，我真的是一个对学生非常好的老师，毋庸置疑啦啊、哦！只不过有一个东西搞不定，就是这个椅子。这个椅子到底怎么开嘞？等一下，请大家来解谜一下。他白卡了。嗨，阿迪。我要坐哪？阿迪后面，门打开。我的包包里面东西有没有掉？什么是最大的刹车力道？你们知道吗？踩到它锁死吗？是吗？来上个数学课。哎，不对不对，物理课。踩到它不锁死，但是要快锁死。对，踩到它不锁死又快锁死，它会有点要转又不转的那种感觉。这个声音也会听得出来。这不是物理课，这是哲学课。啊、哦，不是，形上学啊、哦，形而上之学，一个东西。叫做在一个东西的上面，它就叫做在这个东西的上面，而不叫在做这个东西的下面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在这个东西的上面。欸、形而上之学，形上学。以前我也是跟哲学系颇有，对不对？交情是不是？就是我上次我讲朋友的那个故事，那叫什么？哦，宁缺毋滥的故事啊。啊？你怎么把名字直接讲出来？这要码掉。对，他就是哲学系的，所以我就有，对不对？哦，稍微对哲学稍微有点研究。哎，后面有警车哎，害我刚刚以为警在追我，吓死我！不管他，哇，你也塞车哎！各位同学，你们觉得这样合理吗？为什么要让他先走？他为什么不能排队？对啊，为什么他为什么不能排队？哎、欸，但是他有一个好处，跟着他讲。
会吗？还好吧。就是他切嘛，对不对？谢谢啊。对，人家觉得我们跟在后面，我们也是国安特勤单位，有没有？因为我们也是相行者，知道吗？哟吼！哟吼！哟吼！厉害！哟吼！哎，你怎么下去？哎，哎。送了，拜拜。哎、欸，我们刚讲到哪里？日本妹啊。你说日本妹那个、喔？对啊。那我问一下我朋友，他们后来怎么了？就是你、啊。不是啦，不是我啦，怎么会是我？怎么会是我初恋就结婚了、欸？哎。那倒是。哪有？就只有那一个，从头到尾就那一个。他生了小孩以后就变待在家里，你都没看玉红讲，玉红就讲说，好、哦，他当初也是被李毅的美貌骗进来的，他说的。他说哈，然后那时候李毅怀孕的时候，大家还在猜那个小孩是谁的。然后你还不承认？没有啦，没有，那我不承认。我初恋就结婚，我怎么会不承认？我现在好好大方的承认，我初恋就结婚，我的初恋情人就是我太太李毅。前面你都不承认有太太？没有啦。所以换了几段初恋？就是都是。怎么换了几段初恋？什么叫做换了几段初恋？那什么换了几段初恋？哎、欸，第一次很珍贵，好不好？你看我像开玩笑吗？完全没有，好不好？你看颧骨也没过高啊，对不对？啊？人生嘛，比当归长一点。哎、欸，你怎么拍自己？我拍后面。好好好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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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丁一身劲装，掰咖掰咖的上场了。对啊，露对嘴巴露出来。怕你盖太住，不过应该也还好。全油门啦、啊。就只有三个地方刹车哦，开这只有三个地方刹车哦。嗯。啊啊啊！喂、啊，刹、啊啊、车踩深一点。好好开哦。注意看哦。加油加油加油！那依序的停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就好，不要并排停车。记得下车之前一定要熄火，避免查看后方的状况。好，那现在同学没有问题的话，请帮我把护目镜盖下来。这还在并排耶，你不要闹啦，安全安全好吗？安全第一。毛毛毛毛便当还可以再多加吗？好，这就可以了。红色钮按住起火，我按久一点。好。来下车，先到里面哦。第一圈，你第一个直线底就冲出去，你看，阿丁你开太冲了啦，那这个一圈都要开到起码要48秒。第一圈就冲出去，怡珍妈妈，她直线底不刹车的、啊，怡珍妈妈，她直接撞护栏了，你看看她的手，你看她手，太猛了，开车要安全，刹车要慢慢踩。刚刚阿丁第一个直线底，
没刹车，直接给我撞出去，方向机柱连杆歪了，2300，谢谢，谢谢阿丁对我大力的支持，感谢，非常感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各位开车请稍微慢一点，好，不要冲这么快，是吧？不然等一下我们晚餐都没得吃了，等一下就是上完课就直接开回台北了。老师为什么开回台北？没钱啊，没钱不开回台北干嘛？好，开慢一点，不行啊，也是要开快啊，只是要小心一点啊，要小心一点。大家好，我是李翰老师，这是 PTT 车队的阿凯。你有看到吗？阿凯打个招呼啊，快点，阿凯打个招呼啊。今天你看，我们赛车营他还来，对不对？还来帮忙，是吧？不愧是我们 PTT 力保之光。好了，那就这样了。好 ，Go。安杰视角 Angelina Baby 启动启动出发哦，真的有背头到50415042543，很快哈、啊。对，四一是你，因为他那时候是完全没有抓，所以你不是让刹车让力量很急。走在外侧同学部分，我绝对是不建议。开始，那你按它。
耶，跑完台下雨耶。谢谢你，丹尼斯，谢谢丹尼斯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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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耶！好，跑完台下雨哈，这样真的是比较安全一点，对不对？不然我们怕他们等下他们有没有？是不是？谢谢你，丹尼斯 ，I love you。哇！第三名车安杰，请先站上去。然后第二名黄玉杰，先站上去。第一名林永儒。先从第三名开始办吗？好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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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48秒哦，厉害！是林永儒，再次看我，来，一二三，OK。